因为港人人见了见少，平常时还想会谈到鸟片腔、老赵恩腔，也着客家话和少数的腔调，实在系冇按怪。客家电视台这边就特别举办的鸟片腔、赵恩腔客语配人民菜工作坊，希望来配入客语配人民菜。牛郎恋牛娘，牛郎恋牛娘，牛郎恋恋恋牛娘。牛羊年年年牛郎，上来联合配音就要先对牛师好奇思，一团客家三大节，一个福建就咩的贵族变。唔是，你买黑米米黑在黑黑米米。加上随同考试福建都表现以后，李大平均少数强调配音人才，客家电视台前面专业配音员同新闻主播，一时一记对牛师同嗓音表情搞奇思。今日睇课堂都好啊，同大家来讲，我用样嘅方式来留住家嘅眼神、身体嘅器官，做得做木腔样嘅声。譬如讲，你想做小阿妹嘅，咪做得做小阿哥嘅。哎呦，老阿婆咪做得来做，跟用乜嘅方式，还有技巧来学一条声咯。家己面系产品，欣赏注定，睇地方很少。除了专业歌唱和天才有实际操作，亦都好嘢拿起麦克风，先学先用来练配音。牛片腔同赵恩腔系国内客家少数腔调。就哈比飞2005年的调查，国内牛片腔使用比例占2.6%，赵恩腔含腔纯度1.7%。做对白流来讲的人唔系一多，平常时谈到机会就含较少。好嘅观念咧，亦都好见都好多一多。本来冇相错，即系新闻配音嘅，就是讲即系声音按配配就好啊。唔过拢会考虑错数图，吼，即使会杀，吼，我拢配上面啦，系啊，所以会配真多遍，收获当多。包括咧嘅配音吼，第一摆来诶，录解诶新闻诶个单子，啊，我许多安尼咪多么简单。经过实际练习，有好人经讲，行业配音是在无按怪。客家电视台大鹏工作坊来培养配音人才，每一门也都少数乡头有很多的罐头来发生，爱用安赞调发音，著作的技巧传承下去。客家新闻林伯君陈祖台报道。